介绍我吃的这个熟鸡粿。健身饱满吃熟鸡粿。主任你好，我们想了解一下是谁介绍你吃这个日本鱼台酥的呢？我先生阿本。OK， 阿本介绍你吃这个产品，你现在吃了大概多久了？我之前两个多月了。吃两个月了。你觉得吃了这个产品之后，有什么的感觉吗？有了，就是我觉得雀斑方面淡化了，皮肤比较亮，皮肤比较亮啊。你雀斑这个问题已经有多久了？都很久了，一直有反复这样子啊。这里这个雀斑的问题呢，你有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吗？洗脸啊，是等等的东西。洗脸之前都有去维持，每个月去保持，看有没有效果了。不过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大的效果，就是还都是看得到啦。就是有洗脸，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。是的。但你就开始吃这个鱼台素的时候，你觉得它的分别在哪里呢？开始是觉得皮肤比较亮哦。一开始，大概多久就开始觉得皮肤的体质有改善？一个月过后啊。一个月过后就觉得皮肤比较比较亮了，感觉到雀斑就淡化了，所以在精神方面会觉得也比较有活力的。比较有活力，怎么说呢？做工方面就觉得很精神。很精神啊。啊。像之前呢，还没有吃产品之前呢，会是经常很累啊。会有这个感觉啦。会不会工作上就是我觉得没有这样疲倦啊，没有这样疲倦的，你工作很疲倦的吗？因为看电脑很久啊，看每一整天的时间，觉得眼睛到下午的时候是真的会很疲倦的。我一天吃一包。一天吃一包，你是早上还是什么时候吃呢？在早上。早上吃的。我吃了这个产品过后呢，我的朋友看到我就觉得我年轻了，就说我的脸上很有光泽，皮肤也很就是淡化了那个雀斑，化妆呢？化妆方面呢？你觉得有什么分别的吗？化妆方面，假如是说轻微的上点妆，就觉得很有光彩。天天吃熟鸡锅，天天美丽，天天健康。